带牛爬土，那边翻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下面这个是什么动物？有两种，水里面有什么动物？白色是什么？鸭子还是鹅？鹅哈，鹅的脖子比较长，有没有？那右边那个黑黑的那个是鸭子啊，那是我们才养到一个多月而已哦，啊，它现在慢慢长大当中，那些很会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个叫绿头鸭。